村整个院子，因为今天咱小院又迎来了一位美女客人。哦，你今天小院有客人来了啊？先弄张包，我先上去了。哇，喊得好年轻哦！来，咱啊，好，谢谢。你光吹出吧，我们年初要多少盆浇土啊？我前年的刚才。哎，浇土多少盆？你从哪里来哟？我从白沙来，我来白沙看到你的视频，你在白沙去耍，人家专门来看哈你。也不跟你好恩呀，回回粉丝都是专门来看你，没来看我的。你年纪大，你哪个看？我老了，我哪看？那年轻的没看是的哦。猪油吃完了，得熬一点。你烧得来不？烧得烧得经常烧，来我帮你烧红。要得脸，你去烧哈试试哈。吃烧红烧不？哎，要得，这哈来烧两个。焯水后熬猪油。哦，你整个干锅牛啊？要得。切好的牛蛙放点盐、葱姜、料酒，腌制20分钟去腥。瞅瞅这位典型的重庆美女，上的厅堂，下的厨房。别听网上那些天天说举川与女人，想必是人生的。这忙前忙后，一点没闲着。嫌弃了不是吗？这么勤快的姑娘，奶奶忍不住夸奖。天天都煮的嘞，这就比我还专业点了。切个菜还摆得规规矩矩的，治好我这强迫症。晚上干脆拉回去再说。要得，我们这还吃一天。我是吃一个月都没得吃一天了。油热下牛蛙，炸至表面微微焦黄，捞出备用。再到配菜油炸，炸至断身，捞出备用。火锅底料合豆瓣酱，炒出红油。下姜蒜和干辣椒段，炒香。下配菜炒入味。起锅前下紫姜、洋葱、芹菜、辣椒，最后放点鸡精酱油调味。起锅放入烤盘。牛蛙用同样的方法炒，好了好了，快来吃！哇，来吃来！好吃呀，太香了吧这里！来婆那个腿腿，全是嘎嘎，好吃！好，不视频，等到蹲着来吃上了。没得事，那都可以过来吃。这个弄得真的好吃，色香味俱全。我不吃、看到你我都觉得好亲切哟、就想起我过世的姨奶奶，真的，你身体健康还多人走还。你每次都要管瓜娃说道歉，要来不给的。要得，那我以后天天都来哟。好的好。你自己来不来啊？可以。合适啊。我也觉得合适。直接说香辣，不是得那种干辣。那会儿饭吃下午男儿安排呀、啊。那我带你走啊，给你领着去捡菌了。那个季节没下雨，好吧，没得菌捡的哟。